各位朋友好，今天是刘卫华大师战场，然后瓷器的第55集，也就是第55讲。今天接续的小单元大师战场，我们有的时候有系统之中又带了一点什么随意性、随机性，这就跟元青花瓷器绘画的风格一样。黄云鹏，当代仿元青花的第一把手黄云鹏，他的作品都要上百万。他的嫡传给谁了？给他的女儿黄青，现在算是元青花的第一把手。美丽、手艺精湛，又赋予美学概念、设计概念的黄青，亲口讲过，元青花他就算仿得再好，因为他是一的葫芦，一的什么，一的瓢画葫芦，这对大家听得懂，一瓢画葫芦，少了个人的意念在里面，少了个人的创作灵感在里面，所以他仿得再好，永远会跟元青花差一口气。元青花之所以具有艺术性，之所以说到国际之间先重视元青花，早期国内不喜欢元青花，可能也是因为民主的关系，因为元朝蒙元帝国是蒙古人建立的，那汉人的思想到底是不一样，保守一点。可是西方人，不管美国，因为大卫德基金会的负责人晓得，大卫德就是买了一对被琉璃厂公认是伪造的一对象耳云龙纹瓶，而声名大噪。他买去之后，他自己研究，还委托着美国的波普，特别跑到了伊朗阿拉比尔神庙，跟土耳其的托普卡比，每一件的去比对，研究的成果注入成了一本书，不但认为是真，而且是一种标型器、标准器。现在被移到了，我以前在伦敦的时候，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去看他一眼。现在被移到了大英博物馆的95厅陈列，那一对是公认元青花里面又有纪年有铭文，至少11年。那当初我们是认为是假的呢，才有一个华侨买来了之后去琉璃厂没有人要，他才带回英国被大维德买去了，经过了波普博士的研究专门出的书啊，那时候。所以西方人重视元青花的主要的道理在哪里呢？青花，按理说元青花又不是官窑啊，官窑是在明洪武，甚至于到了明永乐，讲的保守一点，明永乐才正式建立的官窑。那元代只有浮梁瓷局啊，浮梁瓷局是统管瓷器的，负责瓷器的监造，可是那不是一个属于帝王的，不是属于宫廷的这么一个机构，只是一个官府的一个部门罢了，却引起国际这么样大的重视啊！然后什么？出口转内销，
袁金花是出口转内销，大家才知道袁金花的好。最重要的重点不是为了别的，当然它的价钱了。鬼谷子下山2005年一拍拍了个这个，那在好像在伦敦的苏富比吧，折合了人民币 2.3 个亿人民币。2005年呢，将近20年19年前的事情，那以后大量的仿造，知道它值钱。这是第二波，第一波就是大卫德的那一对云龙文凭，经过波普博士的发表，你们中国人说是假的，国际之间研究它是真的啊，后来趋之若鹜。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黄金，第一把女他父亲啊，妇女了，这个妇女的黄云鹏跟黄金妇女的，黄金代表发言讲的，袁金花最大的长处就是，他除了绘画的功底之外，烧窑的功底之外，更重要的在于他具有随意性。创作的人他有他一个发挥的空间，讲难听点就是发挥的空间就对了。他不是被什么灌压填鸭式的。填鸭式的教学，我们小的时候都受过填鸭式的教学，可那慢慢被时代淘汰了。现在讲究的是什么？自由发挥，给学生要有最好的发挥空间，在艺术家来讲尤其重要，发挥的空间。好，我们再看我们眼前这个小小的玉壶尊品，我刚忘了量尺寸，大概有个20公分出头吧，有个我看我肉眼估计它大概是22公分。最傲人之处，这我所有看过的袁金花里面最富有艺术创作的，也最富有动感。我们画动物，除了我们讲的静态的来讲，动物看眼神，人物看表情，更重要的我们讲的看相的人，我们也是，你要看一个人静止的相貌嘛，光看一个人的脸，光看他的鼻子，光看要看他的行坐卧立。行要什么？疾如风。行要什么？如行云流水。就讲究他的快而流畅。你看我们这一对就两只狮子，狮子戏球，采取写意的方法，就是那种抽象式的这种画风，完全是线描的狮子，线描的狮子，这是我仅见的。你到了宣德的青花画狮子画的也很好，我也有收藏，那个大罐子，可是它是非常的具象。我们玩玉器玩古玉的晓得，古玉里面最高等级的古玉就是战汉的古玉，战汉的古玉又是以动物神兽玉雕为重心。台北故宫前几年办的展览，办的最成功的一次玉雕展览，就是蔡琴良博士办的战汉神兽玉雕。它一个很雅的名字，而且很贴切的名字，很有学问的名字，叫做石幻之间。石就是一个动物本身它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外形外貌，大家共同能够理解的。幻就是这个动物它身体在扭曲，或者它在奔跑，或者它在做一些动作张牙舞爪的时候，把那个动态用时间胶囊把它雕塑下来，凝结下来，美在这里。就石有石的美，幻有幻的美，幻充满了想象空间，对不对？它有物理学上的美，就是石，它有什么想象空间的幻的美，那就叫心理学。它物理学跟心理学讲在一起，我们眼前这件就是这样。而且在袁青花，不要说袁青花了，我敢说是青花瓷里面的景件。
狮子大家想的，从汉代以后传入中国，就跟佛教息息相关，也跟我们人的生活门口都要摆个石狮子，辟邪，然后招财。有一句话，狮子滚绣球，好事在后头，狮子滚绣球，好运在后头，事事如意，也是狮子谐音。而这样的疾风电掣，那个绣球画得像个大太阳一样，在奔驰，它所有线描的那个线条，就像我们看养过阿富汗犬吧，没养过也看过，阿富汗狗在奔跑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味道，可它比阿富汗狗更充满的是一种那种什么 energy， 那种能量的一种释放，快而有能量。它旁边的一些祥云，还有一些草木，它都是用抽象的画派的画法，几笔就点出来了。那几笔的点呢，就是景物，山啊、石啊、水啊，甚至于什么草木、花草树木，或者是祥云，或者如太阳，在大自然的广阔空间里面，因为玉壶春瓶的肚子大，所以它的主体画片一定摆在肚子，所以大面积的留白，然后什么？用最简单的线描，线也凸显了它的一种速度感。有线，就有那种的方向感，风来的方向。我奔跑的时候，身上的毛一定是往后飞。你看，那种速度感跟那个的韵律感，我刚刚讲实跟幻之间。就是物理学上的实跟心理学上的幻，实幻之间构成了我们今天这一幅的，就像是灿烂玉雕的那种美。画静物而有动的感觉，静中有动。这是我最傲人的，我这个收了30多年刚开始我就把它当作是洪武瓷器。为什么洪武？因为洪武喜欢玉壶春瓶，可是后来我再沉淀下来，我还是把它定位在元代。我讲我的理由，凡是你要研究，你要研究到那个点，它是元末到洪武，元末明初交接的时候，它两者一定会有一点点搭桥的关系嘛，它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，还会有一个传承的关系，哪怕是两个什么敌对的朝代，他这些技艺的东西他还是要能够延续嘛，或者科技的东西他要能够延续。我们单看上面的蕉叶纹，没错，是洪武。洪武的蕉叶，中心的地方留白，用两条阴线中间留白，不上青花，这是洪武的特征。而且蕉叶跟蕉叶针连在一起，这也是到了明朝，元朝的时候呢稍微分开一点，可是是不是绝对也不是绝对，这蕉叶纹就跟仰莲纹变形，就巴拿马元代的巴拿马是中间有隔开的，到明代在不绝对啊。你看很有名的武汉博物馆去看他的那个元青花四爱图，他的那个巴拿马就连在一起的，出了名的元青花。而且湖北有两件元青花，两件都是四爱图，一个出自于他的王爷墓，朱元璋的儿子，第二三子，跟他的太太郭氏，他在官床前面有两对，有一对魂瓶，两个魂瓶，王子的亲王的是什么？对，龙纹的梅瓶。
然后郭氏他的太太郭氏是嗜爱徒，把他生前最爱的东西带下去。后来武汉文物商店又收了一只，我就刚讲八大马连瓣纹紧紧相连的，那也被专家公认定的，那也是现在是变成镇馆之宝。所以我们讲不是绝对的，它的平行线，你看它画蕉叶纹的方式，中心留白，跟它这个平行的这样像个台阶似的上，这个都是洪武的特征。所以我当初我有这样的一个判断，可是我拉回来这个场景，洪武的最重要的洪武瓷器跟元代瓷器最大的区别在哪？就在玉壶春瓶可以代表。我半开玩笑的说，洪武皇帝从年轻取得了马皇后，啊，从郭子兴的这个女儿，他让他得到了什么红巾军的领袖地位，然后一路扶持他，甚至于后来露马脚，他要滥杀无辜，都被马皇后给劝下来。因为马皇后是历代皇后里面可以排名前几名。他有上大脚，所以被人家嘲笑，所以他要去杀，但他这个故事啊、大家应该都听过。所以我就说，马皇后的大脚跟他下半部下盘比较大，而造就了他的玉壶春瓶呢。哎，洪武的玉壶春瓶肚子特别大，而且下垂，底部特别大，就依据马皇后的这种样式。半开玩笑似的，但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元代的玉壶春瓶就像这个样，你记得这个器型就是元代，不管它放大或者缩小，就是这样。从器型上分辨明确，因为洪武他的太太是他的玉壶春瓶，就代表女人呐、啊。梅瓶代表男人，玉树临风，玉壶春瓶像水滴形的。还就代表个女人，肥臀，还那种可以怎么讲？女人就像水嘛，上善若水。所以而且他初建国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元代的梅瓶，我揣摩他的心，元代的那个叫玉壶春瓶呐、啊，好看是好看，太消瘦，显得不单薄了一点。他用马皇后的身躯来作为他的，一方面。作为他玉壶春瓶，女性的代表，母仪天下嘛。因为他又最喜欢玉壶春瓶，你看现在洪武釉里红的玉壶春瓶拍卖，每次都到天价，是他的一个代表瓷器。所以器型上来讲，那就显著的不同。是画画的末节大呢，还是器型大？当然器型大啊。第二个，再讲它的底。元代的底，大家想，一个是沾砂，啊，当然火石红任何朝代都有，我们不要讲那火石红，还有会什么有肚脐式的突出，那就是元代的特征，元代的特征，各位看，我这样拿近距离你看，不管沾砂的特征，不管是它的乳突的，啊，脐突或者乳突的特征，完全就是。而且再看他的这个随意性的这种画风画工，随意性的这种画工啊，随便给各位打一点光啊，这种随意性的这种画工是不是标准的元青花上的一种纹饰，标标准准的是一种什么元青花上的纹饰啊，它的这种具有它的工艺的特征，绘画的风格跟它的一个器型，它当时的一种什么瓷器上的一些什么一些惯性的一些做法，都在都符合的元青花的风格啊。当然我同时讲这个元青花，我也把蕉叶纹洪武的风格我也把它分析，对不对？你这堂课能够听到元青花，也能够听到洪武，它本身就元末到明初的，
但我还是定位，因为你看他的狮子的画法，这么样大咧咧，这么样的能够什么用抽象的手法，用大写意的手法来表示，周边的景物都变成次要，大面积的留白，这就是元代的人，蒙古人，蒙古的艺术家的那种豪放跟那种随意性，就话回来讲了，就是王玉鹏的女儿黄青讲的，我们永远不会超越他，因为我们是仿他的东西，而少了个人的创意，少了个人的随意。他蒙古人就元青花上最大的就是他的这个随意性，随意性啊，这就是我今天跟各位的。现在大家都在追逐什么那个数码历经干什么？元代的蒙元帝国横跨欧亚，他的数码历清只是其中一项而已，它有很多用不同地区来的钴蓝料，同样都是有具有那种水墨画的效果，而这样的一个效果，这样的一个画风才是它具有艺术性，还是具有它收藏的一种价值，好不好？大声说小话，小声说大话，我们今天大师珍藏就用小声说大话，这是一件不可多得。艺术造型出类拔萃的一件元青花的一件孤品。各位有眼光的人去欣赏，没有眼光的人就算。你能够理解我们刚才讲的话，你就已经登堂入室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有人对问我这样戴的，我这是戴在杨朝晟的木雕大关公上面戴了十年，蓄了十年的什么忠义之气。我今天把它戴在身上，是因为317是我们局里，317是戴雨农戴将军戴先生的这是纪念日，强调的就是一种忠义精神，所以我们拿在这是一个什么明清建的老水晶18子18罗汉加一加什么呢，一个笑弥勒。好，希望大家笑嘻嘻，春天春暖花开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笑一笑吧。好，说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